结盟，结盟，结盟！成功结盟哦。哎，直接进场就好了。还有160位野猫，对吧？大家都不，都很晚睡哈。以一挡百，啊？百姓台的才是以一挡百吧？要不要尬一下试试看啊？哇！太厉害了吧！我先讲哦，对啊，那个很痛哦。皇冠回复力变零，因为按住不能消掉。哎，真假的？不能消按住哦？我怎么没有注意到？凯拉的关卡哦，跳太远了啦！我锁定 ，OK， 我锁定这个还 OK 啦。嘿，哦，我鼻子真的超痒的，不要再想我了，真的，各位，你这么一直想我，我鼻子真的会痒到一个爆炸。按的先干掉。因为我这一队有双结板，两只结板，但其实是有三个结板能力。很简单，消这个。转针板。开。开。是我的戏。哦啦啦啦 ,K! 哦。我连洛基在的范畴，我先搞到这边，就这边好，准备下去了。洛基他没告诉你吗？我就在这边，在爆嘴。哎，真的哎，大家如果明天上班上课，可以早点休息，不用跟我一起熬夜，因为我今天想要把它打完了，不然光我自己小组没有东西啊。魔族的突突，魔族突突，五维的机械按哦，太好了。看那个卡古奇，是可以推啦，但是我不建议一定要推的，我不建议一定要推的，因为推你要看很多技能呢、啊，推是逼不得已，也是那是一种技巧。像我在很久以前是做过教学的，只是说有些人会一直跟我讲说要推的，有些人跟各位报告，如果你真的要推的，有没有你要算一下效益啊，不是说为了推而推啊，我要推了你是开掉四个技能，那我倒不如开一只技能就好了。这到底什么时候包围了我们？魔族受死吧！嘿，然后六点就是，先忙事。OK， 有事情要忙可以去忙，对，对吧？不要为了看台，有没有？有些时候都忘了。哦，不要再想我啦，我的鼻子好痒啊！
上次电玩展看到你在摄影，是你的兴趣吗？还是工作就是摄影？这个是比较隐私一点的，不过既然你都这样问了，我是可以告诉你，我以前是做摄影的啦。对啊，我算是工程师，可是我也会拍照，真的、啊。你没看我拍的照片都还蛮不错的。啊，闪退不会，我干鼻子可以痒成这样。应该不是说问说鼻子怎么可以痒成这样，应该说是谁可以想我想成这样。哦，有人在剧透，哎、欸，剧透被我 ban 哎、欸，对啊，剧透被我 ban 哦，不要挑战，不要挑战哦。那你看剧透有人就不喜欢的、啊，这一定的、啊，我也不喜欢人家剧透啊，对啊。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玩，你可以教我啊，我都不要告诉我剧情了。接下来是时间小偷、哦。看台的时候，时间会不知不觉的过去，对不对？我懂。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嘛。晚安，晚安。哦，啊，上到安尼，有啊，片也够上诶。谢台客啊，我知道大陆那个啊，对啊对啊，我知道，很多人都传这个讯息给我，对，有啦，我这一天那个睡觉时间比较正常，哎、欸，真的没有说错哎、欸，还是没差啦，合体日月狼，嗯，好，没什么太大反应、欸，挥挥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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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KO， 干我这样好吧？好像牛魔王哦，好想捏谁？很久没来跟台了，应该很久了，因为你的名字没什么印象。对付一小队而已啊、哦！神魔战剧这方面安排真的别手游超级用心哦，就没有要看你会不会让我想看剧情，这样讲比较啊。他这次这个剧情，我有些故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洛基的舅舅哦。很简单啊，实话嘛，带只大圣就处理掉了。等下不行，不能带大圣，啊，要重编。哦。不要再想我的夜，你一直想我的鼻子好痒呢。百姓保重，大家都要平安健康。对对对，谢阿宽，谢阿宽，真的大家都要平安健康哦。哦，平安真正要冻袂掉啊！神，再之魔，好吧，特殊队伍又要出来了。
移民感了，是这样吗？广告要消心的，而且扣底90%，哎，真假？没注意看，哎，消心扣公底，哎，真的，哎，完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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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带白龙，然后也没带那个，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。我想一下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重打比较快。你相信宫廷那关 会有点危险。与其这样，我都带玛雅比较实在。其实我必须讲啊，这一支真的用不太到。我讲真的，这一支用不太到。这一支诺亚，它是要非常高的防之类的再去打的才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星准王，静消心。这样好了，哎，不对啊，我直接带白龙好了。那个破防真的不太需要大圣哎，我觉得不太需要。哎，进错关。等一下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吓死我了！我玛雅干嘛要四种族？你们说刚刚三藏吧？啊，完蛋！我操！有属性相克，被打得很痛啊！哦，刚配的那一对哦。哎，刚没四种族，没注意到。哇，这个真不用力一点锤，我等下真的被锤死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过你会不会太大力啊？对啊，那个库鲁棒已经换过了。这个实话应该还好哎、欸，我觉得哎、欸。新珠。还有一个心没消到哈，哎、欸，在哪里？那个心是干嘛？哦，看这鼻子是有够痒的。对啊，实话，因为我刚刚想过，玛雅打实话很简单啊。点太快，哇，真的受不了，怎么那么痒啊？
塞住了。我现在严格的怀疑有没有那个，我跟他讲说叫他不要一直想我那个人，对不对？他看到我会痒，他就想要试试看，他偏偏都再多想两下，你知道吗？他看我是不是真的那么痒，然后我越来越痒哦，哎，他就想上瘾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哎，真的，我想他，他就会痒哎，然后就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我觉得应该是故意的，一定是故意的，不然怎么可以痒成这样嘞？又不是咖啡精，对不对？改啤酒，改啤酒，来吧，一个不感冒前兆，不是吧？我的鼻子痒哎，没有感冒的前兆的感觉。哦，酒驾呀，有我咧讲哎，我靠杯啊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痛痛呢啊，痛哎！那幸福石不带真是没有用哎。但真是没有用哎、欸，而且我刚开了一个没有用的技能、欸，就是没有用中的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我有这一招可以破解。我这一队稳稳妥妥的啦，没在怕的，没在怕的，我这不用靠星座就会补血了，走吧。其实我是过敏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是医生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 nurse？ 是医生还是 nurse？ 就是过敏有什么症状，你要告诉我、啊，你不能说猜就算数了。等等引出来就这样了、哦，好多心哦，对啊，就是玛雅、啊，这才叫黑金啊！欧啦欧啦欧啦 ，K。好呀，再一次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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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O！ 啊，对不起，哥哥。爸爸，粉儿，众人给我冲上去吧！冲上去吧！对不起，爸爸，不过看来是都是我错。这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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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冲上去吧！射不出去，再次，两边一起塞上去，出不去卡住了。想死我了，自己没看好，你要把别人责任卸给别人。他们要吵架了啦，我看一下，你个人体质会把纸巾过敏，会对纸巾。如果我想你现在这样把纸巾塞在鼻孔，可能会大感冒。啊，你的体质是对纸巾过敏，我不是对纸巾过敏的人了。你要知道 ，MH 观众会看影片啊，无所谓啊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没什么形象。哎，这是最后一关的，是吗？